之下，醫管局加快推動智慧醫院，利用遙距診症技術同埋急症室電子化，改善醫療系統效率。韓安琪去天水圍醫院了解過。計數 ，OK， 好好喎、哦，個數字今次都係有咬住隻牙咁樣去讀嘅。呢、這個電話亭唔係用嚟煲電話粥，而係等言語治療師做視像覆診。疫情初期，公立医院曾经暂停非紧急服务，即使服务恢复，仍然有不少人不敢回医院复诊。会回来复诊的病人的数字最高峰的时候都差不多是跌了成八成那么多的，即是有一些家长他们选择是即是几个月先回来，那变了他们几个月其实他都是停滞不前。现在有一个空间可以给我们去做一些视像的会诊，那变了在一个即是新的常态底下，那病人或者家长他们都是多了一个选择。负荷重的急症室都做到遥距医疗。是三十號床的病人話佢心口痛多咗，同埋都暈多咗。誒，同佢做咗心電圖，我一轉頭睇啊，唔該。病人嘅病歷同埋維生指數電子化，即使醫生冇辦法抽身睇病人，都可以透過電子系統即時跟進病人情況。我嘅工作係會需要睇急症室，亦都需要即係處理急症病房嘅病人嘅。咁我哋即係兩度都要兼顧嘅時候，如果我喺急症室嘅時候，例如病人有啲咩情況嘅轉變，咁我哋可以係透過呢個即係遙距嘅醫療係可以即係支援得到，作出即時嘅支援咯。佢話日後會將遙距技術用喺隔離病房，醫護就可以出入少啲，減低受感染嘅風險，減輕人手負擔，佢哋都幫到手㗎。醫院引入機械人做消毒、巡逻，甚至是探热。呢一只机械人就可以帮手带路。跟我来，带你去急症室。除了急症室，仲识得带人去搭 lift 或者系照 X 光。有线电视记者侯安琪报道。